网络唔当一代买物件，网络买当传播分享这文字、影片啊个音乐。即卖呢，查甫朋友买当透过网络传这正港的感情，有业者就研发出真人杯甲真人的枕头，内底有无线传输感测器，不管是啉水也是抱这枕头，对方就会当马上感受到。对手机真接，一张女朋友的相片马上就有一个真过瘾，会使传送给心爱的人。也毋过安尼来表达爱意，阁无够。一个真人杯仔的设计，互阮伫他乡的朋友，嘛会使甲你做伙来啉一杯。你开始喝水的时候，在远方的另外一个你所关心的朋友，他的杯子会开始闪烁。我们是用无线电，然后透过 Internet， 将这个感受的讯息传递出去。一杯饮料嘛是个真舒凉，安尼计使个这条枕头抱安安，和对方买使感受到你心跳的速度。就算是一个人在台湾，一个人在美国，他们还是可以借由拥抱抱枕来传达他们的思念。那抱下去之后，抱枕就会绽放出柔柔的光芒，那就是跟人家讲说，我在想你。那远方的人呢，看到这个抱枕就说，哇，在亮，原来有人在呼唤我。现阶段透过的网络来传送感情，是新的设计，让对方会使马上感受到爱意。必然卖结合心跳，甚至是温度，无同款的感测器，会使把真实感受传送给对方。记者陈淑君、林国宏台北报道。